怎样？我要看看到底为什么不会亮啊？上面那两条灯管没有亮哈。对啊，刚才全程只有亮下面两条啊。那就是可能坏掉了，那就是去买台新的而已啊，这么简单。嗯。嘿，我是派，大家好，我是依依。今天呢，我要看一下的是。等一下，太重了。拍照了，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东西，才知道吗？好像有人看到画面吗？有人看到画面吗？哇！这才超级无敌一百大！哇！这是怎么拿呢？送个烤盘来。烤盘，这是个瘦的烤盘。哎呦，可以！哦呦，这样好吗？两个烤盘耶，它里面好像觉得很酷耶。这个是他拿出来的，拿出来牌子的那个。爸爸，我先介绍一下。好。这是个烤盘，然后这个是一个铁丝。这个烤盘是发髻来的。为什么会送一个304的烤盘呢？他问妈妈。Oh my god， 这台铁的烤盘。它是不是一面镜子？对。有没有？哇，有没有像镜子？好像镜子哦。对啊 ，GoPro 你自己看你自己。GoPro 你自己看你自己。那我们家为什么要买烤箱？因为烤箱有点坏掉。哦，为什么要买烤箱？因为烤箱坏掉，对不对？做爸爸生日蛋糕之后，烤箱坏掉，对不对？做爸爸生日蛋糕有点失败，而且吃不出来。对，那最后决定还是买这个，对不对？最后这台只要2680。喜欢小十五的影片，在底下留言哦，还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哦。那我们小十五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妹妹，我们来烤的东西好不好？要不要？好。你看一下说明书，来。说明这，你看一下说明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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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！搞歪掉。噔噔噔噔。烤小时。烤小时，加温度几度？250好了，上下火力吗？功能选择，好而已。开关为什么这边还有一个？哦，下面跟上面哦，都250，烤10分钟。10分钟好像太久了，我们快转好不好？哦，烤好了。哦，冒烟了，哦，烧起来了，我要吃那个爆掌，你要吃什么？爆尾巴好不好？不要，我是小十五。哦，好，拜拜，我来小十五哦，等一下哦，你，一二三，这个是坏掉的烤箱，对，他用了好像60还7年的，2280用了6年还是用了7年？2280。哦，这个是基天熙买的。你看他。2680。你看他拿下来的那烤箱的那手把上面是不是有贴贴纸？对。楼下这是坏掉的哦。嗯，楼下是坏掉了。然后他们烤了姐姐的蛋糕。什么蛋糕？他的。那啥蛋糕，还有你的什么蛋糕？还有我的是什么？还有我的猫咪蛋糕，然后还有爸爸的 GoPro 蛋糕。啊，妈妈生日还没到。对，妈妈生日就用新的烤箱烤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好羡慕。那这就是新烤箱，这好像那下次见，拜拜。